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勋，今天介绍位于芦竹区上南崁的物件太子香格里拉社区，在六福路上。如果你不喜欢城市的喧嚣吵闹，想要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空间，但是生活机能又不希望太差的话，或许这间很适合你。这个社区的公设非常的健全，有阅览室、健身房、图书室、游泳池，还有电影院。是否可以使用的话，还是依照社区的公告为主。另外最贴心的部分，我们的垃圾可以放在家门口，会有清洁人员过来帮你收送，真的非常的贴心，可以省去你非常多的时间。再来，如果你喜欢前阳台进出的物件，我们这间有前阳台。我们在桃园有前阳台的物件，其实算是非常的稀有。如果你有这个需求，这间一定会更适合你。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位于11楼的四房加车位，主建物有 34.95 平，附属建物有 4.02 平，空间非常的大。如果你想要在房间放得下双人床、书桌、衣柜，其实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现在新的建案室内空间非常的小，很难做到这一点。我们这间因为是面山的关系，总共有三间卧室可以看得到山景，真正做到身心灵的放松，远离尘嚣。另外补充一下，我们的主卧室的卫浴有对外窗，后阳台及厨房的空间都非常大，非常的好利用。好，今天就介绍到这边，我是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